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世界电视。400多年来，妈祖一直护佑着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的善信大众。在台湾，拜妈祖不只是信仰，也是移民社会的表征。妈祖又被称为天上圣母、天后、天后娘娘等，就像妈妈一样呵护着天下的子女。位于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般若修德善堂，农历3月23号妈祖的圣诞，香火鼎盛，许多善信都前去上香祈求幸福平安。我拜了妈祖，让我觉得全家都好平安。妈祖你真敏感。我们的妈祖的神像呢，是我们25年前亲自在福建梅州请回来的。那么我们每年呢都有供奉妈祖，我们每年都有庆祝妈祖诞，尤其是呢我们呢很得到台湾、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妈祖庙的支持。好像我们10年前我们在台湾请到这个令旗，那么今年呢廖师姐也跟我们一些信徒在农历2月19号观音诞的时候去访问中国大陆的妈祖庙，也请到这个令旗，所以今年呢来拜妈祖的信徒呢都可以得到这个从祖庙来的令旗。那么希望呢相信呢有缘的来佛堂领取这个令旗。因为妈祖诞嘛，那么很多的信徒也他们过来参拜，那么祈求国泰民安呐，风调雨顺，那么呢也保佑他们全家平安哦，事事顺利啊，生意兴隆啊，这个身体健康。蒙氏般若修德善堂所供奉的妈祖，从福建梅州分灵来到美国。25年来一直守护着美国各地的善男信女，据说非常灵验。想询问上香详情的信众可以拨打电话626-458-2266查询。世界电视在蒙特利公园市的采访报道。